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细讲《佛说阿弥陀经要解》。那么呢，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第58面哈，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这本《佛说阿弥陀经要解》第58页第5行，这是经文，阿弥陀经的经文。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呢，这是总结上面一大段说的是天乐天华已经明心见性恢复性的本能的人这些人这些人我们就不去论他了。那么呢，待业往生的，就像我们这些人念佛去往生的，我们的烦恼妄想没有断，那么到那个地方呢，完全依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使我们生活能跟诸佛菩萨完全一样。更难得可贵的是能够随意分身变化，分身大家都知道这个分身变化，往来十方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度生，这个能力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这是非常殊胜庄严的，就像是《无量寿经》还有《观经》当中所说的，那两部经比这一部《阿弥陀经》呢，他们讲的更详细。那么像经上所说的呢，佛的能力有这么大，凡是往生去的人德能几乎与佛相同。佛手中常常能够变现一切日常的用品像经上举出的衣服饮食床幡这几个例子，还有呢宝盖天花音乐举这几个例子供佛，同时呢也利益一切众生。这许多功德庄严是十方诸佛世界里没有的，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些真实的事实。好，那我们接着再来下面的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是在59页倒数第4行 OK。 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起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这一段文，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生活里头最精彩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说法庄严所以从整体来看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的像一座学校，里面的老师呢跟学生日常生活都是在学习。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求学的时代踏进了社会之后呢，那就苦难重重所以一生最美好的光阴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读书
也是读得很辛苦啊，是不是啊？说实在的，有几个人一生当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虽然是上学读书，都是逼不得已啊，心不甘情不愿，又不能不读啊，还要应付考试，哇！所以啊，这个书啊，念的是很辛苦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人是好学校，是读你喜欢读的书，做你喜欢做的事，哇，这就难了。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一万人当中呢，难得找到一个。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个个人都是这样啊，显示出来啊，真的是殊胜庄严呢、啊。哇，那么呢，这个经上呢叫着舍利佛。前面呢，我们跟诸位说过，凡是啊，释迦牟尼佛世尊叫舍利佛，那么在下面都是很重要的开示。所以呢，叫着舍利佛的名字提醒他，实际上呢，就是在提醒我们。OK。那么在教学的场合当中呢，老师啊是非常尊严的，总是我们在听课听到老师，我们态度都要非常的恭敬。那么呢，随便一点呢，这就是啊失敬了。那么在威仪上呢有欠缺，不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大众看起来也不好。那么呢，阿弥陀佛啊知道众生这些心理，所以呢他就用很奇妙的方法啊，他怎么奇妙的方法呢？他变现鸟来说法。鸟来说法呢，那么呢你也可以躺着听也可以，你坐着听也可以，你翘着腿听也可以，逗着这个鸟玩耍你来听也可以，这就自在了。不像我们在一般的啊教学场合中，老师很尊严，我们听课都要很严谨啊。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呢，阿弥陀佛知道众生这个心态，所以呢他就变现鸟来说法，他用很奇妙的方法来教学。所以呢，那么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听法就很自在了，没有任何的拘束。阿弥陀佛用这些方法呢，所以啊，这些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菩萨的法界，不但没有六道啊，十法界也没有，不但是菩萨，而且啊，纯一是普贤菩萨的法界，修普贤行，决定圆成佛道。在那里哪有众鸟，鸟是畜生的，所以啊这些鸟啊，在那边说法的这些鸟啊，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这个后面经文上说得很清楚，这些鸟是佛变化的，变化成鸟来跟你说法。那么的种类非常的多啊，是应众生的心念，应众生的爱好自然变化而做的。这个地方啊列举了几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呢、啊、看到这些所谓的真禽异鸟非常的喜欢，所以啊列举这几种，就像是白鹤、孔雀啊，这都是很漂亮的鸟啊，大家都很喜欢的。白鹤、孔雀，还有那鹦鹉啊，鹦鹉是很漂亮啊。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舍利呢，底下注解上有说是我们呢、啊，这个中国人叫做啊秋鹭啊，就是。露丝啦、啊，啊，舍利，也有人说是春鹰，究竟是哪一种，也没有个确定啊。
啊，这就是说舍利啊，这种鸟啊。那么呢，嘉陵频且这是一种鸟，共命之鸟。我们中国没有，底下注解里面的啊，我们能够看到是诸众鸟啊。这个嘉陵频且呢，共命之鸟啊，底下的注解我们能够看到。那么再来呢，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这是闻法乐。鸟叫的声音已经是很好听了，它还能说法。我们想听什么样的法门，它就先说什么样的法门，这就非常的奇妙。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五根五力到八圣道分如是等法，这一句呢圆圆满满的包含了一切诸佛所说的大小乘法门，总不外乎这几个项目。换句话说啊，他无法不说，其土众生闻是因已，也就是说那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的所有的听了佛法之后，理得心安，道理得到了，明白了，心安了，心安就没有妄想，就没有杂念，用功就存疑。用什么功呢？怎么样用功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诸位要晓得哦，这六个字包括了佛法所说的无量无边的行门，修行的法门，常说法门无量，修学的法门，无量的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啊，前面呢、啊、五根五力到如是等法是讲的教，真是圆满的教学。念佛念法念僧是讲圆满的修行，无论修行哪一种方法都不超过这六个字，都在它的包括之中。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第六十页啊，第一行，种种奇妙杂事言多且美也，也就是说种类非常的繁多，非常的美丽。那么再来接下来下列出六种，也就是说底下简单的列举了六种，哪六种呢？就是白鹤、孔雀、鹦鹉啊，这个不必再介绍了，这是我们有机会看到的，就不必再说了。 OK， 那么的舍利啊、鹫蝇、秋鹿啊，这个就是古时候所说的，古代翻成秋鹿。其禅师云是春鹰啊，这就是比较近一点的，也就是说天齐禅师他是宋朝时候的人，他说这是春鹰，春鹰叫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听。豁然啊，这也许是不是个肯定词啊，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嘉陵频且啊，这是印度话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此云妙音，我们中国把它翻成妙音啊，未出壳时音超众鸟。那么呢，这个鸟呢在蛋里面的时候，在蛋里面长成了，它还没有出来，出来这个蛋还没有出来，它在里面发出的音声就非常的好听，它出生之后的声音当然更美妙了。
这是挤出声音的好听，也就是说嘉陵频切的声音好听。那么再来呢，共命一声两头，这个相传呐、啊，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里面呢有这种鸟，一个鸟两个头。在我们呢、啊，哇，中国看到了有两个头的蛇，两头蛇有两个头的鸟，好像还没看到。那么雪山呢，就是喜马拉雅山有两个头的鸟，这个鸟很稀奇，物以稀为贵，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视它，识别报童。也就是说两个头是在讲两个神事啦、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成两个灵魂呢、啊、确实是两个，但是呢它的身是连体的，成一个身体。 OK， 那么再来第六十页第五行，此二种蜥蜴雪山等处有之，也就是说嘉陵频切跟共命鸟印度有。以前呢到印度去呢都要从中国、啊、西面走，或是说、啊、我们现在讲的丝路，从丝路那边走，过了天山之后再向南，这就到印度了，所以一般称它为西族。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些地方有。那么呢第六十页倒数第四行，皆寄此间爱赏者言其事而已、啊、我们这个世间呢喜欢花鸟的人很多了，阿弥陀佛的变化呢也是非常的迎合一般众生的心理，你喜欢什么就变现出什么，所变现出来的那个美好实在不是我们人间这些众鸟能够相比的啦，所以啊，实在说不出来啊。挤出我们这个世界啊，有些相似的，说说罢了。再来六十初音，这个啊，就是说，这个鸟叫说话是不间断的、不终止的，则知净土不以鸟栖为业。也就是说前面说过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黑夜， OK。 那么再来接着六十页倒数第二行， OK， 两以莲花脱生之身本无昏睡，不假夜卧也。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睡眠饮食都不需要，睡眠经上常讲的啊，这是昏沉，人精神饱满，睡眠的时间就越少。睡眠多是人昏沉，就是精神提不起来，才需要休息养神。真正有功夫的人呢、啊，所谓啊有功夫，就是妄念少，烦恼少，这叫功夫。妄念少跟烦恼少，他精神消耗就少，换句话说啊，他睡眠也就少了。所以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规定出家人睡眠的时间一天是4个小时，叫中夜睡眠。中夜就是晚上的10点钟到清晨2点钟，这个时候是睡眠的时间。那么清晨2点钟就要起床了，他心清净可以做得到。那么现在一般人、啊、有很多的、啊、障碍重的人、啊、昏沉重的人、啊、1天8个小时还不够啊，这实在是将我们、啊、大好的时光、啊、就尽量的浪费掉了，真是可惜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睡眠呢？会有昏沉的现象呢？
我们要细心去研究它，去观察它，也能够观察到一些哦。凡事啊，精神好的，生活很快乐。我们俗话常说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生活的很快乐很愉快，昏沉的时候比较少。如果生活的啊不快乐，昏沉的时候就比较多。这是说明我们的精神生活受内在的忧喜，受外在的苦乐的影响很大。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莲花脱生之身啊，就是莲花化生，在体质上跟我们就完全不一样，在精神上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本经啊，在前面的序分里头有不休息，有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也表显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他们是常精进不休息，有没有啊？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自己学习的人不休息常精进，那么老师教导要是还有休息，这就与我们自己的愿望就相违背了。所以啊，你学的人精勤啊，精进不懈，教的人当然要满你的心愿，所以啊，佛在那里所设的教化也是不间断的，以音声说法完全符合我们的根性。我们世间的人呢、啊，耳根最利，所以那个地方啊，佛说法、菩萨说法、六尘说法、众鸟啊，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佛菩萨。那么呢，下面呢是说的啊，这也是列列的说法的内容啊，列说啊，下面啊，也就我们要列说说法的内容，言语虽然简类啊，含义非常的周圆。六十页啊，最后倒数第一行，五根等者，三十七道品也。这一句就是说，我们这个经上只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只讲了四种。这个也是说啊，也都是略说。我们一看这四种，就会想到三十七道品。这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归纳成37个大类，这就是37道品。通常呢，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一切小乘法分为这37大类，不知道大乘佛法也可以归纳在这37大类里头。所以啊，37道品通大小乘，这37大类又把它归纳成七类。这个七类啊，这个七类就是经上常常叙说的，我们这个地方是七类里面的四类，是后面啊，后面四类。他把前面的三类啊省掉了，省略掉了，偶益大师呢在此地为我们补出来。那么呢，前面三类呢，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加上经上所讲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就是七类。OK， 再来第60页最后一行，所谓四念处：一身念处、二受念处、三心念处、四法念处。佛在《涅槃经》告诉我们，假如啊有人能观八正道
啊，就能够明心见性。这是说明三十七道品是大乘佛法，明心见性不是小乘，是大乘佛法。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三十七道品无所不摄，摄就是包括，也就是说无所不包，无量道品亦在其中。那么这句话也是说明了三十七道品涵盖了整个的大乘佛法，所以啊，我们不能啊把它看成小乘，看作小乘就讲不通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圆顿大乘，哪来的小乘法呢？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明了，四念处这是观智，换句话说啊，是智慧。就是智慧的观察，我们今天一般人常讲的宇宙人生观呢、啊。换句话说啊，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我们生活环境的看法，宇宙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么这里面呢，有迷，有悟，有看到真相，有看到完全是虚妄相的，绝非事实。智慧的观察就是看到真相。OK， 活在此地告诉我们，念就是观，就是智慧的观察。四念处的念，这个念字是智慧的观察。不是思想哦，思想是大妄想，不是念头。这个字当作智慧观察来说，那么处呢，就是所观的境界，以观智为境界，这叫做念处。前面呢、啊，这个三颗。啊、就是这个三段，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对我们初学的人呢、啊，有很大的利益啊。我们常说啊，修行很久了，功夫不得力，或者是啊，哎呀，我念了好多年了、啊，功夫不得力。或者说参禅不得力，修定也不得力，持咒也不得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原因在哪里呀、啊、是我们疏忽了这三种基本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三种方法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佛为什么没有说出从五根五力说起呢？这里头有个道理，从五根五力说起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修行的啦，他们前面这个三颗已经完成了，已经毕业了啦，到西方极乐世界用不着。但是啊，在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呢，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啦。所以啊，古德讲经啊，注经啊，一定要把这三颗细细为我们说明。OK， 第一个是身念处。世尊在我们这个地方说观身不净，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这个身体很脏啊，不干净啊，啊，要用智慧来观察啦，使我们了解自己身体的真相啊。我们要用它，不要恋爱它，恋爱它就错了。我们要用智慧来用它，用它什么呢？当然不学佛的人不晓得啦，学了佛的人知道啦。知道什么呢？知道利用它成就道业啦，利用它来修行啦。 OK， 利用这个身体我们要成就道业，利用这个身体我们要来修行，借假修真嘛，大家常常听到这句话。那么世间人呢就很可怜啊，佛眼睛看叫可怜悯者，世间人利用他造业，这多可惜啊！利用我们这个身体造业，很可惜啊。同样是一个工具啊，一个是利用它来造业，聪明的人是利用它来修行，利用它来正果，这是智愚截然不同的。所以啊，我们晓得啊，身体不干净，不但从七窍里面排泄出来的，我们知道不干净，身上每个毛细孔里面排泄出来的都不是干净的东西，小的里面肮脏的东西往外面排泄。所以啊，佛教给我们观身不净，对身体，对自己身体都不会贪爱，怎么会贪爱别人的身体呢？那么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要从自身放弃，不再为这个身体去操心，叫心开意解。 OK， 这才能真正善养身，养这个身体，不要糟蹋它。那你糟蹋这个身体，这是罪过，这是错误的。你要懂得养身，会养身的人疾病就很少，一定得长寿。不会养身的人呢，糟蹋身体那就很可惜。身体怎么样才健康呢？一切啊，顺乎自然啊。我们人的身心跟大的宇宙是一，不是二。我们的身心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小，因此我们能够随顺自然，身体就会健康。 OK， 我们啊，古人啊，懂得这个道理啊，譬如在饮食这方面啊，冬天呢吃凉的，夏天吃热的。现在人呢，他恰恰相反呢，冬天要吃热的，夏天要吃凉的，跟自然界完全不相应，所以一切毛病都生了。这个世界上啊，讲养生之道啊，这中国人是最内行的了。你看看中国的古书，看看《礼记》《月令》，《月令》就是讲生活起居。真正懂得的人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当中啊，每一个月吃什么东西，不但讲究吃的吃法，甚至于烧的时候烧什么样的柴火，每个月都不一样哦。那懂得养生啊，这是个很大的学问啊，现在也几乎失传了。读的人少，研究的人少了，知道的人实在是不多了。从前呢，李老师常常骂，就是跟他学的这些学生们呐，
说饭都不会吃，这是真的啊。跟古人比一比啊，确实我们就不会啊。真的，现在啊，实在讲，日本人保存的比我们多，这是我们对于日本这个民族不能不佩服的地方。他们在生活起居是从中国学去的，学去之后呢，他能够保存，他们保持得很好。我们祖宗的东西都丢尽了，都不要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所以啊，要懂得养生。那么呢，在佛法里养生的原则就是身要动，所以劳动是必要的。身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要运作，要运转，一定要动，身要动，心要静，心是静的，心是定的。所以佛法用法轮表法，它的用意在此地。法轮啊，轮是动向，轮的这个心是定的。所以啊，所以说啊，身是有，心是空。你看呐，《楞严经》上，密心了不可得，心是空的。现在一般人呐、啊，他身啊讲求不动，哇，身不动要很舒服，那么的心里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在动，恰恰相反。那么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生病呢？病了，没有医药医，没医药好救，他与事实真相恰恰相反。那么吃的东西呢，实在讲就是当地所产的，现在所生的，每个月啊所生的东西不一样，你就吃现前的，这是最好的，这就是最好的饮食啊。所以一年四季啊，蔬菜水果都不同啊，这真正养生之道啊。一年四季的水果都不一样，你要吃当季的水果。但是现在呢，交通发达了，交通便捷了，冬天呢也能够吃到夏天的水果，因为啊从热带的地方啊运过来的啊，到热带去买，虽然是很方便。那么整个把我们的生理跟大自然的这个生态完全的破坏，这是真的破坏了。所以啊，所谓是自然生态破坏了，这是我们身体不能健康、不能长寿主要的一个原因。自然生态破坏了，这实在是很有道理，我们应当要明了，应当要把这个道理发扬光大。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生，就像《无量寿经》上面所说的，确实是金刚不坏之体哦，叫那罗延伸，身心清净，不需要饮食，哪来的疾病啊？病从口入啊，所以他们那边人啊，没有生病的，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完全不相同了、啊。那么再来第二个啊，四念处里面的第二个叫做受念处。我们这个世界啊，观受是苦，受是享受。我们享受的是什么呢？除了童年学校生活之外，学校生活是一生当中最好的生活环境。刚才我们说了，念的啊，是不愿意念的书，学的是不想学的东西，
逼迫在做，也很苦，但是学校的生活比起踏入社会那个苦是轻了很多啦。 OK， 那么社会呢，一生的奋斗为的是什么，得的是什么？有几个人冷静去想想，到了晚年那就更苦了。所以啊，佛给我们讲啊，六道里面啊，三界里头啊，没有乐啊，三界通苦，通通都是苦，苦是苦啊，苦苦。那么乐呢，一点点乐，乐是坏苦，因为一下乐就没有，又变成苦了，乐坏了，乐就坏掉了，又变成苦了，乐是坏苦。所以苦，三界里面说苦苦还有坏苦，因为乐像麻醉剂一样，刺激一下过了之后又苦了，又坏了，又变成苦了，所以是坏苦。那么还有行苦，行苦呢不苦苦不乐，可是呢它慢慢的啊衰退啊，就像我们一生啊，从生到老人就是一天一天的衰退啊，这是一直一直的啊衰退。那么这是行苦，这是我们真正要觉悟的啦，苦苦坏苦行苦。可是学佛的人呢，实在就不一样了。年老的人呢，说寂寞最苦啊，所以呢，年老的人呢，有人找人打麻将，或者有人一天到晚看电视，是不是也很苦啊？打麻将打多了也很苦啊，是不是啊？一天到晚看电视，看的也很累啊，很苦啊，眼睛也受不了啊，也是很苦啊。那么学佛的人呢，这里头就有乐了。学佛的人呢，你年纪老了啊，没有人会打扰你了，你可以好好的读经啊，念佛啊，其乐无穷啊。真的，年老的人要好好的读经念佛啊，真的是其乐无穷。像是我的妈妈，她今年88岁了，常常我有时候打电话问他，我说啊，妈，那你现在做什么呢？我是怕他会无聊。他说哦，哇，我现在刚刚吃完了饭，我休息一下啊，那我要赶快要读经了。我今天呢，我这个啊两部这个啊地藏经，他一天读两部地藏经，我早上读了一部。我等一下休息一下，我要再读一部。还有呢，读完经我还要念佛了，哇，我很忙啊，我休息一下就要读经念佛了啊。我说哦，那好好，那你赶快去休息，等一下就好好读经念佛。他说对啊，我每天就是这样，哇，过得很自在很愉快。所以啊，这真的是老年人啊，你就更要好好学佛，有的是时间，你要好念佛读经，其乐无穷，没有人会打扰你啊。年轻的人啊，中年人还要上班啊，还要事情一大堆要做啊。那么呢，年纪大的人呢、啊、真的是没有人打扰你，读经念佛其乐无穷。读经啊，明理会开悟，念佛身心清净。哎呀，何况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啊，我都劝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家好好读经念佛，真的是其乐无穷。就像我妈妈，我老菩萨一样，哇，真的是，她现在每天88岁了，他自己走路什么都很方便啊。他说他每天固定的功课，哇，我每天做功课都怕来不及了，哇，真的是哪里会无聊啊，这个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啊，我也是以他的例子劝很多的，相信也有很多人在看我们这个
华章卫士啊，年纪大一点的，也就是有些人的爸爸妈妈啊，劝他们好好的啊念佛，好好读经。还有我妈妈还跟我说啊，你现在讲阿弥陀经啊，哇，我每天早上我8:30我一定要听，哇，他说他听的也很法喜啊，真的是有很多啊，我也听到有很多啊，很多人跟我说，好像这个啊 ，Facebook 网络哎、就是脸书上面还有人给我留言啊，他说啊，哎呀，总裁啊，感恩你啊，我感恩你到不行啊，感恩到不行啊，我爸爸现在呀、也在看啊，也在看哎。也在听经啦、也在看这个华藏卫视啦、哇，真的很感恩你啦。所以也许嘛，他的爸爸也从现在啊，也开始在看看听经啊，念佛读经，所以啊，他说很感恩呐。那么我也真的是劝各位啊，你们家里啊有老菩萨的，好好的劝他们。因为老菩萨有的是时间呐、啊，真的是没有人打扰。那么你要读经、念佛，真是其乐无穷啊。OK， 所以啊，现在呢，修行啊，真的是如果真正的学佛啊，是在讲，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啦，所以啊，我真的是劝老菩萨们都好好的听经、读经、念佛，真是太好了，太好了。OK， 那么呢，如果在家啊，就像彭继清居士啊，他所做的一个就是《往生传》。他说在家居士当中啊，男的女的念佛啊，好好念佛啊，很多人呢、就念到啊，这个身心都很清净啊，所谓的念佛忆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呢，他们很多人念佛念的真的是心很清净的、那么在台湾呢、有很多人，我们亲眼听到的，很多人念佛呢，念的真的是，知道欲知实质，念佛站着走的、坐着走的，真的不少人，这才叫人生真的有意义，那个享受是真的快乐啊，真的乐。所以说念佛啊，你不一定要等到说将来往生才快乐，你现在呢，你念佛的乐。现在就可以享受到，你们看看念佛，你现在就可以念的心很清净，享受到这个心静之乐。那么我们看到净土大众的享受，就可以从他生活状况上来看到。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在观经这个经上面呢说啊，我们上面都说的很多，那么呢？我们在这《阿弥陀经》里面虽然说的比较少，但是呢，境界确实是非常的圆满的，真的是不可思议之乐。也就是说，你好好的念佛，你就可以感受到念佛的境界、读经的境界那种听经闻法的境界那种境界确实是不可思议之乐。而且呢，你好好念佛将来呢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48大愿慈悲大愿要接引众生你念佛念得很好，你先把去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我常常跟人家说，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不一定说我念好了我就阿弥陀佛就接你走，阿弥陀佛很慈悲阿弥陀佛也很非常的开明他也非常的听大家的众生的话，你念得很好，
你说我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啊，取到了，比如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你先要到那个国家的这个签证，就是说你要去那个国家入境，他许可你去了啊。我常常开玩笑说，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先要把去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啊拿到了，那么呢，你可以说我什么时候再去，我觉得这个世间很好，住得很舒服，那么我在这里念佛又可以把我这个啊跟大家来结缘，在这里读，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榜样。你看那位老菩萨，那位老人家，他已经是几岁了，八九十岁了，或是100岁了，你看他就是念佛读经读得这么好，那么生活的那么狭义啊，生活的那么快乐啊，那么呢，你用这个接引大家来学佛，哇，你说跟阿弥陀佛讲，我还再多住10年20年，阿弥陀佛说很好很好，你好好的住，好好的这个接引啊众生，那么呢，等你想要去的时候再来接你，阿弥陀佛很开明的啦啊，所以啊，大家要好好念佛，你先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拿到了，那么你随时要去，听你之便呐、啊，所以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念，好好的念，先把你的心静，心静则土静，你心清静了，你居住在这个娑婆世界也非常的，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样的清静，那么样的美好啊，那么样的快乐。所以啊，大家呀，好好的念，我今天呢、啊、也特别劝这些老菩萨们，真的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听经闻法，好好的念佛啊，你的生活就会很愉快啊！真的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你有的是时间啊，你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听经，好好的念佛，其乐无穷啊！好，谢谢各位，感恩各位。